少爷，怎么见了我像见了鬼似的？你把我们吓了一跳。几时到家的？我信上不是说了吗？这几天会到。娘忙的指挥大家整治里里外外，好迎接我回家。你倒有闲情逸致，带着肥腿出来烧香拜佛。我们才出来一会儿。不要顶嘴，跟我回去。你说佛有什么好拜的？你给他烧几炷香，叽里哇啦一阵，他就会保佑我们家道兴盛，我的茶庄生意兴旺吗？是吗？不是。当然不是。生意好不好得靠我，靠我辛辛苦苦跑到杭州张罗茶叶铺子分号开张，焦头烂额忙了三个多月，这样才会生意兴旺，你懂吗？我懂。至于家道兴不兴盛，得靠有人撑着，有人管着。爹去世了，娘年纪大了，我很忙。听过男主外女主内这句话吧？嗯，听过。可是你懂吗？你懂。既然懂，你还去烧什么香拜什么佛？指挥下人整治里外，迎接我回家，这是你的工作。你是这个家的少奶奶女主人，你要想过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日子可以，但你要先让自己有点用处，才配过这种日子，才够资格过这种日子。是，我是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娘从不许我插手，从不许我过问，我能有什么用处？你不知好歹，那是他宠你。宠我？你哼什么？你哼什么？我没有哼什么，我无可奈何，无话可说。我连哼一声也犯法了吗？对，你就是犯了我的法。你嘴上哼一声，心里可不这么想。你不服气，不认错，更不知检讨。娘上了年纪人了，现在是她享清福的时候，你自己做不好分内事，还麻烦她老人家来为你分担，你还敢怨她夺了你的权吗？你有本事，那么拿出来呀！管好这个家，弄得有条有理的，娘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就是没这本事，到时候要推卸责任的本领，要推卸责任。没有的事儿了，他们是在屋里头谈事情呢。你这人，来俺就听得爹的声音，好大声，好凶啊！我替你瞧瞧。哎，小少爷，不能进去的啊。好嘛好嘛，他们是在吵架，你爹火气大得很，这会儿进去准遭殃。我看你还是赶紧走开吧，啊。山羊，少爷这趟还真给你带来不少好宝贝回来呢。娘，娘，弟弟，你怎么了？跑得这么急、啊？听他妈大娘的，好凶好凶啊！你快去救他了。哦，山羊娘，别管闲事吧。你照顾好玉林。您别傻，去了只有陪少奶奶倒霉，回头叫老太太知道了，她还要数落你一顿，怪你不向着少爷。不懂得讨好他。香菱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少奶奶也实在很可怜呀，我不帮她还有谁能帮她？山姨娘，山姨娘，哎，小少爷你回来。反正我是动辄得救，怎么说都是你有理。你说什么？难道我有冤枉你吗？你向来就是一家之最和坏无子，你怎么冤枉我们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少爷，少爷，你进来做什么？快出去啊！少爷，每逢初一十五，哥哥总是要去进香，你也知道的。你信上说这几天就要回到家，哥哥不是不放在心上，而是谁知道会碰得那么巧，偏偏就在今儿个呢。都怪我不好，我应该不断的提醒哥哥，全是我的疏忽。少爷，您责怪我吧。谁喊你来着？谁唤你来着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这根本没你的事，你却没头没脑的闯进来，
明知道我们在说话，你居然还敢来打岔，谁给你胆子的？谁教你这么无理，这么没规没矩的？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自己身边的一个丫头都教不好，还跟我强词夺理。现在告诉我，我有没有冤枉你？说，我有没有冤枉你？少爷，没事。丫头该怎么教你，就好好的看着。小山，我在教训这个臭丫头，谁叫你把玉林带来这儿穷搅和的？是玉林吵着要来，他说你不知为什么在大发脾气，他觉着害怕，我便过来瞧瞧是怎么回事。有什么好瞧的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，快带他回房去，哄住他。哄得住就不会过来了。我说你就别再生气了，从一个丫头有啥好计较的？你离家三个多月，玉林时时问我吵着要爹，你这会儿才回来，不哄哄儿子，同他亲近亲近，竟来发一个丫头的脾气，何必呢？算了吧，同咱们一道回房去好不好？爹，我好想你，你不是说回来给我讲许多故事听吗？爹。今天算你走运。谢谢你。快别这么说。翡翠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不要哭了，我说过没事的。先到娘那儿去，待会再去找你。我实在不懂，八年下雪珂既没给你生个一儿半女，又时常惹你生气，在我看来这个媳妇儿简直就一无是处，何不把她给休了呢？把家山扶正，让玉林的身份也跟着提高，不好吗？当初不许我休妻的不是爹跟娘吗？当初是当初啊，那谁会料到你们婚后一年不到天下就全变了呢？改了民国，什么王爷啊，什么军机大臣呢、啊、全变成了老百姓，权势没了，那风光也就不在，于是面子也就没那么重要了。我知道，我同你爹啊，因为办了这件错误的婚事，害你受苦不少。可是咱们也完全被蒙在鼓里呀、啊，谁会料想得到，坏到那种地步呢？不要再提这些陈年旧事。